你的这个有污损的话，对不对？好，先把它复原一下，还原。好，你先看一下哈。那你这 Photon Pack 呢？这个东西我们以前没有特别讲过哈，但是事实上是可以用的。你在这里面呢 ，Photon Pack 里面其实有一个叫做修容工具跟仿制底刷。修容工具的话是在那个我们 Photon Pack 里面也曾经用过类似的。有没有把那个啊皱纹修掉啊，对不对？那个，但是在这边来讲的话，因为它这个并不是要就是要跟那个融合啊，所以其实这个用修容工具比较不适合，这个比较适合用修复笔刷啊。你看一下这边，这有没有仿制笔刷啊？笔画的，那它其实就是把旁边的，你可以从这边挑，也可以从上面挑啊。那我把右手边这个先收起来，好。你这个地方是不是已经脏掉了？你可以拿旁边的是补过来就好了，把它复制过来。好，那所以第一个动作你要先做一件事情，做什么事情？先去定义一下起点，有没有？设定起点。那这个呢，你可以从这边做，你告诉他我要把拿哪边的，哪边好的，要待会要拿来这边涂上去。好，涂上去。那你可以这样，你可以按住 Shift 啊，比如说我这样定一下，这边就有了。你看我在涂的时候。有没有看到另外一旁边有一个四方形？它就是我在涂的时候，它就是拿那边的，拿来怎么样修这边的？这样你了解意思吗？好，我就可以把它修好了，这样会不会？但是这个定义起点不是说永远不变哦，你要看情形，因为你看我如果再涂下去，哦，这里又多一个零，有没有？你知道为什么了吧？因为我的起形是在那边。好，那这种。现在比较慢，是因为它扫描的比例比较高。好，那你看这个的话呢，看那个修复工具那边，事实上它就是直接帮你把它怎么样处理掉哈。它跟修容工具比较不一样，修容工具会跟你原本的那个颜色在做融合，好，跟原本颜色在做融合。那这个就没有，这就是等于直接复制过去哈。好。OK， 那这里还有一点点了哈，这个再去修。那我们看下面这里，下面这个就要修的时候就要小心了。你看，因为它的刚好证照就是那个延期证明是学校的背景，那所以说你要注意一下，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啊，你看，如果我要修这里，是不是要拿这边来修，或拿这边来修？可是如果我要修的是这边，是要拿旁边这边来修，这样了解吗？好。修干净总是你有一张漂亮的脸嘛，对不对？而且修一次就用永远啊，那张证照丢掉也没关系啊。它有怎样？不是脏掉的，不会啊，这个差很多啊，这很明显啊。这个豆豆他是吃什么弄到的？好，你按住 shift 有没有？这样我也可以定义起点。那笔刷的大小你可以从这边调整，因为有时候比较大一点，我们就这样涂，就把它修一修。因为有时候你这种证照也好啦，就是有时候不小心弄脏掉了，你这样修会比较快。然后这个时候我这个起点我就要再改变一下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要参考的不是刚刚那边的，就要这边修一下。好，你就慢慢修，因为那个要一点点时间，你放大一点会比较好修啦。好，放大一点会比较好修正。好，那我这边我再拿这里，这里还有一点点。你也可以用点的啦齁，用点一下点一下，比如说你自己要先再分清楚一下，那这样你再修会比较容易。那如果遇到现在这个字的部分，你也可以再放大一点，放大一点你再来看的话就比较容易去修齁。至少尽量让它的那个缺点少一点齁。那
你底下就可以在这种地方就可以再少一点，啊，就可以稍微再把它修掉，这样的话至少看起来不会那么脏啊。啊，因为有时候你把重要的东西你弄的不小心弄掉，然后这样就可以处理一下。而且其实你扫描完数位化之后，还要不要再那个？就不用了，就做一次就好了。昨天还有一个新闻，你们可能不知道，知道百科全书，你们这个你们是哪一套？百科全书啊？不是，我说那个图书馆啊，你一般会听到有一个、啊、什么什么百英全书，那个百科全书啊，大英百科全书有没有？他们从明年开始就不印纸本了，只有数位的版本。啊、哦，因为以前大英百科全书很大很大套，非常多，两年就出一次。那你现在大家根本就你要找资料，不要从用那种方式去找。啊、哦，所以他们现在已经不再运行这种纸本了。